好，各位，我们看到我们后面老杠啊，我们要来了。今天彻夜赶来，你知道吗？今天他们苏澳武功堂要来这边开光一尊守护王牙，那尊守护王牙超大尊。哦，我看到他传哥的照片给我看，我都不知道他们到时候在开光怎么把它晃起来。啊，今天是特别聘请呼侠新佛团哦，贴新团韩国赛。哦，我也好久没有看他开光了，他开光好看。这套炸大家都很忙啊。哦，这是为着咱这届守护王牙开光试验点心。哦，这排场很可以啊。哎，好了，我们现在奉天宫这边已经准备差不多了，我们就要抢先去看一下那一尊超大尊守护王牙。据说他们在停车场已经准备要下马了。哦，这站多远就看得到了呢？气氛来了。光这帽子大概就真人实体大了吧。
嘛要先来退路班。
湖。等一下，好像有美丽的音乐，美丽，我们用美丽来形容。他刚才有跟我炫一波了，他就骄傲的脸。嗯，等一下啦，先让人家准备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先让人家准备一下，不要急，好不好？这彰化雅乐斋啦，我想是用看的就觉得很好听。有咱苏武功德，有咱长子，开咱秀水滴烟中，有咱强子率领无花地主。并且咱来自中华虎臂阿佛斋国团国乐专台排场庆贺演奏，恭贺恭祝，咱苏武功德。